我很喜欢舞蹈，我很喜欢学各种各样的新舞蹈。可是这次黑天鹅的舞蹈真的让我很累，有吃苦头，对不对？感觉欲言又止，吃苦头了。因为其实这舞蹈本身就很累，就是连舞者都在喊，对，什么就是肌肉酸痛啊。然后我们第一天练完的时候，我隔一天真的很难起床，就是起床的时候就是。就真的不太能动，躺在那边还 OK， 然后一动的时候就是那种全身酸痛，然后要就要复健的感觉。要起床的时候就是脚一下去，然后要站起来的时候就是感觉上就是腿软腿软好了，对，因为腿就是感觉上没有力气了，对，整个肌肉都酸了好几天，然后因为腿都很酸痛，然后我贴了那个就是。肌肉吗？肌肉酸痛的贴布，那种肌肉贴酸痛的贴布。然后呢，我的皮肤又过敏，然后整个也太辛苦了，很辛苦哎。所以为了这次的专辑，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啦。嗯，对，大家可以看到那 MV 哦，它有一个，我觉得那动作真的太厉害了，什么空中，然后有那个大劈腿的那个感觉，对，然后很多 wave， 很多重力节拍的动作在上中。对对对，其实 MV 里面很好看，有很多比较高难度的动作，然后整个节奏，然后其实看起来简单的动作也不容易，对，其实真的不容易，是很耗体力的一个舞蹈。是的，所以大家来可以来好好的期待一下，因为今天呢也会来表演这个《黑天鹅》这首歌曲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今天我们在记者会上面呢有好朋友来助阵，然后给你加油打气。马上呢，让我们来欢迎你的好姐妹来到现场，让我们欢迎 Jenny。我想发了发。哇，今天 Jenny 好性感哦。两个人是互相来比美的，哇！小心，你不够他的，哇，好美！我们两个一起来拍个合照，让我们掌声来欢迎白天鹅，哦耶，哇！今天白天鹅非常的抢镜哦，好，不完全不怕，来啊啊！还带了小皇冠哦，哇，好，来，可以，他是王子吗？还是王子吗？哎，你好，你是王子还是公主？啊！他说我是鸭，所以我是男生。来，在中间再来看一下像好了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哦。那我们先把这两位天鹅先到台下去来。我当然，我带杨子，我觉得是有特别意义，就是一个就当然希望他是这个专辑是大卖，而且是光听那首歌真的是很嗨，然后就嗨了，对，会很开心 ，sticks in your mind， 就是会一直想要唱。对，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部分代表一支，然后两队我觉得他们也是意有所指嘛，希望他的爱情继续顺利，然后就是祝你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未来。是，谢谢。所以另外一位应该就代表他亲爱的另外一半，是不是？那我很好奇，你们两个既然是好姐妹，会来聊一下感情的事情吗？私底下会不会来聊这样的话题啊？会啊，当然会，当然会，而且他们也很熟，对，也很熟，对对对，我认识他有今天有爆料的感觉，没有开玩笑，因为毕竟我们俩都是德州人，对、okay、对，然后他也是跟我一起去学校，所以毕竟是我们认识。有一阵子，然后他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非常非常祝福。那以 Jenny 认识的这个以梦，你有没有觉得他这十年来有不一样的改变？尤其这次的新专辑的造型，有舞蹈都好 sexy 哦，就觉得有样子不一样呢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 MV 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是稍微看了一下，就觉得这是一帮好像在悄悄回头看，哇，真的，我觉得有一些画面，其实尤其是这个在丢刀的时候，对，然后那个就撒在他头旁边，然后飞起来，我那个画面，我整个都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厉害，超非常厉害。然后当然，谢谢，当然他的舞蹈是不用讲，就是非常的厉害，我看的非常。我很喜欢这个风格，是就是有一点像那个 Moulin Rouge 有一部电影，我非常非常爱，所以我觉得这他整个的MV 的那个拍摄的风格我非常非常赞，我觉得是很厉害，真的是可以变成是类似这种 Moulin Rouge 这种电影的画面，就是很丰富，颜色又很亮，然后但是又很有黑暗，对，有一点黑暗的感觉，对。所以 Jenny 毕竟倒回去看了很多次，因为他说这是以梦吗？我也很爱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啊 ，Jenny 呢到现场来给我们的以梦加油打气喽。重点是我们希望呢能够专辑大卖，而且能够恋情稳定，桃花大开，好不好？恭喜你们！谢谢 Jenny， 谢谢。
谢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